看音乐剧该如何提升儿童专注力？带孩子去看儿童音乐时，怎么做可以提升孩子对于音乐剧的专注力？我的答案是 B。我原本觉得小孩可能没有耐性会到结束，但是如果结束他还有余韵，然后他可能会有很多他的想法啊。我想改 A 不行对吗？你看我们节目看那么久，你有看过哪一个人改过答案？我以为我比较特别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